Point， 是教学魔法师陈怡婷。暑假之后就有全国音乐比赛的试赛等区域赛，我们可以在暑假先准备练习指定曲。根据我以往评审的经验，我觉得要在嘉年华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比赛心法。该怎么准备呢？指定曲要如何解析？可以来听一下教学魔法师的经验哦。 I point you Keep looking and light on， 赶快来报名第四届台湾长笛嘉年华，等你哦。